上来啊！我要两个。无啊，没有了。哎、欸，讲叫你上来，你就要上来啊！一瓶四只尔，因为拢无啊。后礼拜保证爱起啊，无我是安讲的啊，两百有啊。后礼。两条一百。我两条。无啊，今日有无？无啊，没有了，一人一只尔，好快些。无啊。啊，无啊，多了一人一只，规定啊。这个无啊，我嘛做市场都卖你。想要啥物啊？你感谢你的支持。来五百。爱食啥你点啥，爱买啥你买啥。鲑鱼糖。鲑鱼糖，搁来买啥？这是大学。大学。啊，提醒我。大学。大学，鲑鱼糖拢来。有人要食白虾无？白虾搁有人要食，想要食你手边个一只金波。一盒一斤半的白虾有人要吃吗？你一只金波行情偌济？菜只小卖三百，只要加金波，我菜只放起四百五十。四幺五加四幺五偌济？九百。我唔免九百，开七百，我唔免。三斤的虾啊，总加着，并且恁同大家食，上千加钱先啊，开五百咯，来五百块。白虾五百，我专门食五百块。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我来讲哦，过来换我家己点菜哦。好，来我来讲，我第一餐你点啥？哎，你先加起来，收钱啊。摕你排骨。再来我这头好袂？算你上面吃大袋哦，上面吃要一千八百、五百了，两袋、三袋、四袋，来五袋哦，五百块大袋，搞你六皮木，吹着拢袂平水五百块，可以当着哦。五百块要吃鳕鱼的无？收起来。算你我今日袂得第四箱啊。可以当阿爸哥无？好。一瓶三个人计开一百无啊？好了没？无啊，快收啊，无啊，没有了，一百块可以当我袂得啦。爱吃三点三啊？有人要吃八百贡丸无？包肉贡丸，够有人要吃包肉贡丸？呀，你要什么丸？包肉贡丸，大料我来放。包肉贡丸全蒙起个。无啊，老师。阿哥，唔是可以十块，阿叔你买啥？我即摆是讲包肉贡丸。是啊，即摆只呢？即摆只一百块。好嘞。卖掉啊！你听好先，卖掉啊！哈哈哈。一把手头。好的，小姐。无、嗯。无啊，快收啊。好啊。好啊。阿叔，你多少吨？两倍。对，两只，老母你只。这里老母。嘿，阿母。今年够六十啦。九十。赚到生意，破九十就送啊。生意。你若赚九十岁以上来就送啊。阿母啊，感谢你啦。要收啊，也出定金的。这个包肉讲完，三包要鱼啊，我免爱食包肉讲完，你甲买点试食，我买一百你订。卖三包鱼啊，我一瓶五个人计，上心给钱先啊，开一百了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啊，五个俩，五啊五啊，搁最后一个俩，最后一个一百哦，最后一个，收钱收钱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，几个？你几个？我两个。来双包，谢谢。没有了，啊，包出去。等下，不要你包，吼，你莫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有人要食排骨嘞无？铁路排骨，唔免三百，唔免几啊，我的排骨都个真正嘞，有一个汤贵，你甲试食看卖。上先给钱的先赢，200咯，200块。铁路排骨，一袋200，两袋200，三袋200，来四袋200，五袋哦你，来拢啊加过来200块。等下，这两袋佫送你吃。他咧拢来200块啦，最后一个200上面吃，最后一个200块，免考虑啊，反正真正嘞，想法不要讲。200块铁路排骨，这上好吃啊！这人人买，人人好买啊！吼，来200块，再搁送你啊！200块给恁吃，几个？来200张，最后一个好无啊？200块，铁路排骨够无？好啊！200块，最后一个好无？200块，200最后一个好无？200块，来啊！再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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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200块给恁吃，你够无？有啊！来200，你够几个？好，谢谢，我过来。好，多少钱过来？200，这里了不一个啊！来200块。来，加水讲一下，200个有要来无？最后剩一箱尔。来，加水讲退牌，全部拢来，恁要甲吹啊样啊！来，拢来，全部拢来。加水讲甲退牌拢来。来，麻油鸡我要来，麻油鸡，要甲吹麻油鸡。来，迄订一箱的拢寄来啊，迄来该寄拢寄来啊。来，海藻啊准备起来。来，这加水讲，这我卖了上好的产品，唔免三百，加鱼啊，我用这个配方，改了八了啊，连。客官。200上面吃，至少一个200块，鸡腿够200块，一条200，鸡腿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，300免啊，只3条搁送你，鸡腿够
真正的有够好吃，200块两百块。来，鸡腿卷200块要吃，鸡腿公。200块鸡腿卷200块。鸡腿卷200块要吃，鸡腿公200块了，100块啊，最后这100块，100块包括100块收起来了，结束。来，那个八七两百来，拢来，坐一摆来，酒类啊，你后边拿套餐。来，包我讲完了，我公布了。是我的好人啊！包肉讲完上几钱？五个人给100块，100块分了。包肉讲完100块，100块，拢有啊！吼，谢谢。有人要食姜梅啊？无，大包的啊！这个内底包通拢卖成300几克的包。这台共我切一寡姜母有无？切迄用一寡麻油有无？还是讲吼要甲加一寡鸭肉，加一寡鸭血，吼？还是讲要甲加啥？加一寡迄个高丽菜，吼，要收。你几口就要吃，拢有够啊！吼，这最后春节拢无啊！来，先我收着。这一只吃起来，这一包爱500-600块，我恁家己讲。恁今恁当这个，这叫啥？这是对。袂讲啊！袂讲，讲你袂叫我啊！敢有一只吃起来爱500-600块的无？我来讲，你相信我，你吃看嘛！啊，这一只500块，啊，阿加四会开到600几块，两只一定要超过1200块，上先给钱先赢，那这里也办5袋、10袋，全部给单退钱，400了，400块，400块，无啊，真正无啊，没有了，刚才你钱给进了，真正无啊，几乎啊拢无啊，是啊，现在都无够，200块没有了，200块，结束，台下给起来了，啊。你有啥物要去叫你来哦？后屯拢会打红包金哦，叫你来哦，叫你来啊！来，这肉质了，有啥物要吃？想要吃肉质，手来个三包，要几啊？我们全部做一间来，全部台好吃。开200块来，200块，这间啊，200块，200块啊，200块给咱整啦，一斤鱼啊飞啊，再过来啊，200块，装修啊。一个减价一巴掌。两个人，关键阿姐，关键我来报一下了，没关系。好，这几人退休的帅哦，恁减一点伊拢猜啦。哎，这几人退休的帅哦，你减一点伊会知影啦。哎，伊是华南银行退休的，华南银行，阿姐也做经理，华南银行。哎，来，几个？5个。来搞后边，哎，咁多套唔咩啦吼？来，这个扫你，这个啦，加价过来。哦，啊，刚刚好，都要中国给你，全部都给你包裹。都阿拉爸接到我啊，吼，谢谢。小姐姐，谢谢。过一只，过一只。有人要吃干贝无？干贝牛排有人要吃无？干贝牛排这两间够要吃，干贝较牛排。叫后边这就好啊。爸接到我这就有去，赵钱。干贝牛排够人要吃。牛排的。来，人要牛排阿平摸个。阿平你摸紧嘞。1000的。五百，你说比脸大了。哎，比脸大牛排。哎，小心，不要紧，扣起来了。这个嫩煎牛排，这台用煎的就好吃啊。想要吃牛排的人家，做一次来，你相信我，油花水。咱一个月卖遐济，卖好个月无赚着，卖遐济，人家大家都拢做客的，好无？想要吃牛排的，先扣钱的先去，最后一箱吗？1000了啊，差不多1000块，嫩煎了，1000多，1000块收钱啊。这一两个一定要800，这两个一定要穿。那牛排我来讲，5分钱上好吃，规个拢肉汁，拢新鲜嘛。这三条你看好，要吃餐厅要吃偌济，超过3000，这面好吃，这属实足贵的啊吼。再过送你，再过来，1000啊，1000块了啊。最后搁少一个1000块，上面吃别个啥？你给我加一条啊。啊，冇个。最后一个1000，上面吃1000块。你无叫啊！最后一个1300要吃1000块，我买，买了是安那啦？啥物买了？加一袋，这是啥规定诶？你哪够注意？帅哥啊！帅哥嘛，赶快来个蟋蟀嘛！我支持你耶！好啦，我也支持你啦！1300要吃啦，1000块啥物吃？你吃袂了呀？换一个你吃，讲好啊，400好不好？400块对吧？吃袂了买400了，来400个要吃无？400块，吃过来你买400了，就连我牛排今仔都弄来啊！400了，400块，哦，吃袂了买400，我见400块，搁招最后一个好无？400，你看这油花水膏嘞，400搁招一个，你相信我，你肯定。来，200阿姨，200。400个要吃无？400块还有要吃吗？大家。没有。你吃袂了，你试吃看卖200怎么吃？你买一袋当个哈，玫瑰人家人卖有够甜的啦，200怎么吃？你吃一片试看看啦，200怎么吃？嫩煎牛啊，200块。干贝够人要吃，干贝。
是啊。一千行。两包得。唔免。八百，唔免。第一个好吃，四百了。好，是你啊，不要唔少。四百怎么吃啦？我吃嘞。你看啥？一个人卡电话来装包，叫做啥？这啊装包这不好笑。四百够要吃干贝无？这啊两包一公斤啊，四百了啊。是啊。五十八，阿爸完成了。阿爸完成了，不要再讲这些。爸爸讲话不了啊。上面讲聊聊，你今日坐五个买啊。三百好不好？三百块，这一包炒好皮啊，五两包五百，三百，三百给你四包的，五包给你两包，三百了吧？三百够要吃牛肉的吧？拢无啊？收起，好啦。对哦，阿爸阿伯够无？五个人加钱啊，其他钱拢无啊？哎，无啊。三分四分两把手打，还有一把手打，还五分结束啊！你边有一个一包包包讲两包，好了，真正好，来包五包的拢无啊！后边完啊拢无啊，今仔那袂要紧，惊死啊！今仔从来就袂完啊！是啊，今仔拢无。好啊，有吧？两个有，两个有吧？一百块剩一百尔，两百，你要一百两百，卖免叫，反正就剩只。好啊，拢无啊！你要两百一百，两百好多，卖完。好啊，我，那是啥？好啊，最后好啊，一百上面吃无啊？最后，要不要？要先。